第十四课，她买了不少衣服。Lesson 14. She has bought quite a few clothes. 课文一。Text 1. 昨天上午你去哪儿了？我去商店买东西了。你买什么了？我买了一点苹果。New words. 东西，一点儿，苹果。课文二。Text 2. 你看见张先生了吗？看见了，他去学开车了。他什么时候能回来？40分钟后回来。New words. 看见，先生，开车，回来，分钟后。Proper noun. 张。课文三。Text 3. 王芳的衣服太漂亮了。是啊，她买了不少衣服。你买什么了？我没买，这些都是王芳的东西。New words. 衣服，漂亮。少，不少，这些都。三音节词语的声调搭配，三，三声音节开头。Tone collocation in trisyllabic words, three. Words starting with a third tone syllable.洗衣机，普通人，总经理，火车票，史学家，警察局，美男子，美容院，表演家，小演员，米老鼠，演唱会，打字机，跑步鞋，美术馆，打电话。